如果加入复合瞄准镜会怎样？游戏里的瞄准镜都是单个功能的，红点就是红点，背镜就是背镜。假如现在加入复合瞄准镜，游戏会有什么改变呢？一，将人人臂减。复合瞄准镜就是一个瞄准镜上集成了两个瞄准镜，就是一个瞄准镜上既有基础镜又有高倍镜。真加入这个瞄准镜，那一般的瞄准镜就没人减了，毕竟减了复合瞄准镜就相当于减了两个瞄准镜，重量轻，功能还都有，那每个人看到肯定都是必减的。二，步枪机枪大加强。步枪和机枪是综合性能比较好的枪械，都是能远能近的。在之前我们用它的时候，都是近战用红点，中远战用背镜，背包里经常还会准备一个瞄准镜。可现在有了复合瞄准镜就不用了，只需要捡一个复合瞄准镜就行了。这两类枪都是大加强。三，六倍镜使用率降低。六倍镜在之前的使用率是很高的，很多人将它装在步枪和机枪上，远中近都用六倍镜，近战就调低倍率。可三倍率还是有点大了，现在有了复合瞄准镜就能完美替代六倍镜了，六倍镜使用率肯定会降低。